神书田德经。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兄，现在请大家合掌，共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重生，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处，若有真性归国处。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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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啊，各位法会座上三界万灵上顶，啊，咱今日继续过来讲解着《贵国先师田德经》，好，《田德经》的思想，咱爱用在生活之中，你就会当体验到天公的世界，啊，体验天公的天界。若是啊，咱无依照这个法实行在日常生活之中的事，你就袂当去体验到天公的天界如何成就。所以啊，咱任何一部经，咱会当坚坚持一部经。啊，这部经诶，经者是为圣贤所开始诶，为经。啊，嘛人所做诶咧，人家己所悟出来、所写出来为忏，忏悔为忏，那是两方忏，水忏，迄是咱人悟着所写为忏。啊，咱若禀告天地为告，啊，咱空界所传来的妙法为经啊，为经。所以《贵国先师田德经》即是王禅老祖在空界所传的妙法。那么王禅老祖伊的空界在哪里呢？佛蒙山的蒙蒙渺渺。伊是大罗天界，大罗天界等个满虚空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拢是大罗天界之中。那么，请问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伊个境界偌大？地球上所嘛是伫个贵国先师个相中，啊天，这个天地所有山河大地，这个。九大行星、银河系、星系，嘛是拢贵国先师的掌中，伫个天地盘之中。那么，请问贵国主、贵国先师，伊偌大，伊个法偌大？啊，这点呢，咱爱了解着法的存在，甲了解着法的思想的时啊，咱不然找着自己的本性，不然发觉。自己也是贵国先师的化身啦，所以咱伫贵明年八月初时开始举办到99天，哈，咱这个护国摄斋的大法会，咱目的咧就调请着中华民族862位天主帝王圣灵临坛听经闻法，受纳供养。要咱嘛调请到咱的中华民族11978姓，因历代祖先的祖灵，哈，来到坛上接受祭拜、接受供养。咱唔知，咱无法度做，咱知者，这点心
这片的信心，咱来做。我相信所有的诸天圣人和菩萨呢，一旦祝福加持大家大众，啊，尤其呢，仰仗佛力，直接的呢，好好一年呢，各位的祖先，各位的远亲祭祖，各位的徛家第二祖第二灵，啊，恁的无缘祖师英灵三界万灵降定。一旦临大听经闻法，受立供养，各位十方是利息，各位同修，所以天地经要传这天地经，必定上天之意，好因准才使传。上天之意若无准者，我根本含讲都未使得讲。既然讲出来，那像现在的时阵。好，外面呢，阳光普照，光明世界普照，要蒙蒙蒙蒙的小云雾呢，黑着化界众生成云成雾，啊，成光成天微光来到咱的这座咱发挥的会场了啦。所以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咱每一届的发挥啊。必定有伊个殊胜妙法的因缘存在。好，咱要传一部法，那么是一定得到上天之意，甲咱引准。啊，引准呢，完全用天相来实现。天相的实现呢，是光明；天相的实现呢，哈，是法喜。所以各位啊，咱今有这好因缘。咱是小吉山仙律师，好，咱的所在咧，哈，咱现在所看到咧，哈，这个法界现象世界，哈，咱现在所对出的是九九方，九九方是光明的天，啊，光明天咧，头前所对出的咧，哈，九十九方诶，啊，上对面这粒圆圆咧，哈，是代表这个天的光明。代表这日头光明向对这个山势，这就安尼一直一直一直地显示日出东方一点红啊！好，日出东方一点红，哦，一口断断千江水，一口断掉千江的水。啊，是安尼断掉千江的水呢？咱是光明的心念。千江的水就是世间的万法，世间的万法呢，咱来了解万法的殊胜的光明面。啊，黑暗一面呢，咱我都要断掉，断掉这个黑暗的千江水，落去的千江水，向为光明，改为光明啊！所以咱九九方呢。好，咱小吉山所对出的这个九九方，现在发挥大城所向出的，咱的九九方呢，这里是真正殊胜的世界，这嘛即是蓝天光明之世界，嘛是西天世界的开始和实现啊！各位同修，咱的世间充满了这万法的事啊，哈，上天何时一定？未用黑暗来给你解答，一定用光明来给你破照。易经是大学，大学在易经，为心信教，尊天法治，为国修。大家来参加这个九九天和国实在的发挥的时啊，大家嘛是得到这个九九，就是三十三天，光明的世界光普照，神光普照，来甲各位和甲各位加持，甲各位祝福。咱啊，直接呢，祈愿呢，咱的贵国神师王禅老祖祈愿，咱的玉皇大帝祝福各位，求光明老者会圆满，求身体健康者会如愿，求各位家内平安者会当遵照和依照。各位一旦希望一旦圆满啊，那么直接咧，今日直接咧讲解《天地经》，啊，咱啊讲解已经到尾底要结束的阶段咧，咱直接来共同来祈求，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咱的世界和平，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会当互相相疼爱，会当互相相关心、相关在，共同创造世界的和平。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若一个人心念光明者，咱若光明者，上天的示现、法界的示现，这拢是在甲咱启示着万法唯心，甲咱启示着哈咱一切如来最上善的示现，互咱眼睛会当顿悟啊！好，那么咱直接继续过来啊，看经文。若有病魔天主心啊，日上妙法天地经，天王闻声救度你啊，必业消除病离心啊。所以各位，咱上这部天地经，会当医真济怪病。咱的病是对业障自来，既然有业，业都发生啊。咱的修忏悔，咱的用心靠意过来回向到这些妙法和法界，和咱完心借助上顶的时，哈，咱就化解艰苦色尘境，哈，百业百病消除啦，得和平啊！啊，咱继续过来看这部经的。啊！帝国济民求安康啊！日上妙法天地经啊！量天护法波通星化解艰苦见太平。帝国济民求安康，咱真济身为国家的领导者，或者部门的领导者的时啊，咱爱啊，迄、那个心要帝国之心，要济民之心的时啊，好，咱就家己咧啊，爱好好啊。咱来供念着天地经，供受天地经，你就会当有智慧。你要治国，要治民、安民、保民的时啊，你才有法度万里的愿。咱一个人无偌敖，咱上经的时，上这部天地经，咱天公会甲咱祝福，予咱国家平安和谐。所以两天护法保重生啊，化解艰苦色尘境。啊，当今当下咧，哈、啊，咱的交通部部长啊，林灵山先生，伊心怀着国家的安危，心怀国家的种种的爱安定的，啊，所以啊，哈、啊，那么林部长咧，伊在时，我阿妈是一定上一部天地经，一定个师傅啊，我在时暗时，哈、啊，丢去无当个厝，我一定上天地经来祈求天公赐福。好好啊，一旦把我本分做好，因为林部长呢，啊，伊就是伫原来高雄，因是大人伫高雄文化院天公庙、天公堂、天公庙伫咧服务。啊，当伊看了这部经的时啊，伊个提起来作为生命人生的指南针。所以若是咱做生意的嘛好，咱做啊工程的嘛好。或者做属龙工商，咱爱也要读这部天地经的时啊，天王会甲恁斗扶持，天公会甲恁斗保庇啊。各位唔好怀疑，哈、啊，咱一个国家遐尼大的官呢，哈、啊，这个伊就会，哈、啊，看了天地经，伊就发觉到这是伊的性命。爱、啊、就发觉到天地经是伊治国嘛好，也是伊困难坎坷，会当产生智慧、力量、信心的妙法啦、啊。所以各位，今日一只天地经一直在要圆满啊。好，咱呢，哈，这讲解天地经的时，法界充满一片的光明，法界呢充满一片的这个殊胜的水上的启示。啊，这呢。好，好，咱看出，好，咱现在端的，啊，何国色彩咧，妙法的天地经啊，哈，这个一端对面，这天上这呢，这呢光明，这呢，这呢殊胜啊，各位十方善知识，
啊，妙法难闻，也是一个人啊。咱要将法用在生活中，哈、啊，不然你的人生也过得皆真正祸害，皆真正圆满。啊，过来官慧王法，哈、啊，王法天妖心啊，日常妙法天地经，天一贵人坐降临啊，解度灾厄护理心。各位，咱官慧官师王法。咱一个人若是无照天理、无照国家国法去遵守的时啊，当然咱官司发生的时，咱就要怨叹，咱爱欢欢喜喜接受哦，咱国家法律的制裁。国家法律就是天理啊，天律难违，天的法律，天律。啊，若是啊，咱的何人有冤枉，咱无做唔对的。啊，咱实实在在做人处事，结果有官员，啊，也是官府判官，好、啊、查无清楚，或者有诶有官府判官呢，受到人情诶压力、人情包袱压力诶时啊，造成伊无重人情无头路，重人情诶时啊，有头路过升官诶时啊，那么各位，咱免甲怨叹，这是咱诶德不足。咱各位，咱个来忏悔。维新圣教中立道场，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将于国历102年。好、啊，忏悔，忏悔，忏悔，上天主人，予咱向咱讲理。因为世间的判官呢，是代表着天理；官府官员嘛，代表着天地服务百姓，百姓。啊，所以各位啊，咱来了解这个妙法的殊胜的时啊，大家能量、强量、强相、天地经的时，你有天一贵人坐降临，啊，咱就将自己的烦恼，啊，遍布天界，啊，那么天王呢，啊，32天王，伊就降临，甲咱查清楚，啊，查清楚呢，咱有冤者，向咱清白，有灾者。予咱减少灾厄，有厄者，予咱度一切苦厄。若是真正有罪者，咱来欢喜纳受着政府的制裁，政府的制裁，官府的制裁，即是上天天律的制裁呀。各位是方是实，好，咱天地经啊，甲咱启示的，是第一爱照天理行。不是讲违背天理以后，你念这部天地经就有效。咱若违背天理，咱念这部天地经，予咱当下卖做恶业，予咱以后卖阁受到现在所做糊涂事咧来受恶报恶业。那么至于所做过去所做恶业咧，那上天一定会实现。上天实现者，哈，照着各位官员。法律来给你实现，咱欢喜信受，你得要度一切苦厄啊！哈，各位同修，那么解度灾厄、护理心的时，除了在咱上妙法天地经，咱将天地经用在生活之中，也是啊，咱观世天一贵人上天会派上天护法，甲各位来加持祝福。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啊，伊糊里糊涂的事做一大堆，戆戆神神的一大堆，厝边头尾共偷摕，啊，人物件都共摕，囥伊个厝内底啥，啊，囥厝内底咧，啊，人来咧，啊，讲你也偷着，无啊，你该变，嗯，啊，变着，你那下摕伫你伫你厝呀，我也知，我但是摕我嘛唔知。是唔我摕，阿咪我摕，我嘛唔知，唔知阮家人摕啊，唔是，是啊，规家伙总犯寡妇，哈、哦，伊讲因家啥人摕嘛唔知，啊，规家伙咧发现中调，你想者想者想者，结果咧，大家讲，阮这个囝摕，伊人个囝摕，你看有够好多无，戆戆神神啊，咁啊，有一天一来咧，我还是讲念不得破了得心经，啥心经？老师，我无心经，你叫我念心经。哎呦哇，你这念八节菩提心经，一直念，一直念，等于呢，哈，啊，伊就
精神的小小问题。当然，啊，观自在菩萨行心，不执波罗蜜多时，正闻法门皆空。啊，那么伊唔知伊个摩诃不执波罗蜜多心经，摩诃不执波罗蜜多心经。哎，念一阵嘛，感觉奇怪，头壳较清醒哦。佮一讲佮起来，老师啊，我心经遐短尔哦，我268字啊，无啊，几字尔？268，无啦，遐尔我拢念遮个啦。摩诃不执波罗蜜多心经，哎，这嘛是有效啊。所有一切法拢在内面。那么，好了，各位，我讲较济。法在哪里？归国先师陈德敬，啊啊！所以啊，各位啊，你若念遐就袂遐济，念袂好势啊。那么归国先师陈德敬，那么归国先生，哎，我不是教你平段哦。你有当袂记遐济时啊，你就先去请。所以你个。你供念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的，你把所有里面一切法都拢请来啊！那个33天王含天公都请到位的，你看安的事情吗？哎，所以啊，真正妙法啦！我开始跟你讲的时候，一定袂来听，我等下念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就好啊！好啦，你就好，你先了解一切法以后。你爱一切法宗了解以后，你念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才有感应呢。所以啊，啊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呢，哈、啊，你叫做那马爱上，马爱念，现在天上法界圣神唔来甲咱赞叹着，哈、啊，往常多做传一部贵国神师天地经，哈、啊，赞叹呢，哈、啊，嘛是老师伊啊。甲贵国神师天地经，哈、啊，所有妙法一切尽在贵国神师天地经，贵国神师天地经，好、啊、加两字南无的是妙法，直接的今日来开始呀、啊，11月17日上午正午时呀、啊，11点，哈、啊，都5分啦，哈、啊，5分开始。将所有天地经的妙法、天公经的妙法集于一，所以一切一切一切即一啦。那么各位爱国了解进一步啊，即个南无阿弥陀佛。再来呢，南无阿弥陀佛包含着所有32部经的一切法，包括天地经一切法，拢在南无阿弥陀佛内面啊。所以各位啊，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弟子，哈、啊，咱啊了解一下，好、啊，咱会当度一切苦厄，一切法，咱跨过一切的烦恼，跨过一切智慧、智慧的障碍，咱会当跳过，咱自自然然得着心安自在的状态之下，即是度一切苦厄。贵国神师天地经，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兄，请大家合掌，咱来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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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善知识，各位参加九九法会护国释灾端详中华民族一万一千八九百七十八世祖灵，要八百六十二位天主帝王圣灵，要咱各姓同乡历代祖先救贤七祖，下咱国父无缘祖师英灵，高月万亲祭祖，家中地基祖，各位下咱路头、路尾、山头、山河大地，下三界万灵将顶，下咱继续过来讲解着天地经。下咱人伫世间是来取智慧，咱人来世间是要来照这个心靠意来行一个光明。行光明的念，光明之心，咱呐，我都在这方面呢，家己去领悟时，你不然呢，会发觉世间一片拢是光明的世界啊！假使咱每个人时时念念，拢是对消极悲观，然后呢，消极悲观无通见呢，真正沉沦顶顶呢。好，去行的是，咱世间就是苦难苦厄的世间了啦。人伫世间，唔是自己的生存，伫世间呢，要有各种各种的环境，甲咱受牵引。哦，那比如咱要发射一个飞弹，一个飞弹要发射到某一个所在的时，有当时嘛未如愿呢。你射到天顶去咧，风雪的时阵咧，是几级风，甲什么程度？你现在空气摩擦系数偌济顶咧，嘛影响到这个飞弹随伫空中无什么阻碍，嘛要有空气的障碍呢？这即是法，即是道啊，即是真理啊！这个咱开始讲，咱人伫世间生存，唔是唯我独尊尔啦。唯我独尊啊，是咱的心为真理独尊啊，是千真万确。若是讲为我自己的名利财为独尊独得的时啊，这不是真理啊。前一阵啊，咱台湾这个叫做政府开办这个签骆驼。真侪人希望拢伊个独得第一届一几啊亿，可惜咧，这种个人无济，无济咧，咱啊家己偏蒙发麻咧，偏啊尖，钱啊冒冒笑笑，喙齿迄个下骹咧，老老，下骹是窄壳，喙咱啊普通面顶喙唇啊较长落来，迄只啥有贵，即个较长起来就有财，所以好大个拢开始存钱哇。好大好存钱嘛，面顶人中较长个拢做官做贵嘛，你看遐济总统啦，加一寡迄条做大官，因个吼人中拢真长，迄代表天呀、代表天。即个呢，下到即个喙唇呢，喙齿呢，毛毛做起来，迄代表口，代表财口。嘿，这有足侪天理的时间，这是如来最上禅呢。耳啊呢，等等等呢，大大地嘞，迄就发长福寿，发长生命，长福寿。这个吼，香槟呢，咱查某人啊，这个骨嘞，真硬的是啊，吼都青龙白虎啦，吼较扑出来一下，青就龙虎斗，龙虎斗就较歹命，吼较劫命。但是你的心，你的性。拢是好命嘛，只是你都坐到这台车是战斗机，还是战车，还是拖拉库，还是迄个旅行车，或者即个都
啊，咱的高级的，啊，高级的车，个人个人无相像嘛。咱若了解以后，咱就无看碍嘛。了解以后，咱的心就清净、安详、安宁嘛。咱就能度一切苦厄。所以咱爱在世间是求智慧啊，智慧。咱真侪人老师啊，我智慧拢无够了。啊，智慧无够，甲两种无共款。智慧甲思想，咱的思想会受到身体的影响，所以思想智性。啊，智慧咧，咱内在心灵本来所藏的，迄为智慧啊。咱内在所藏的智慧，你要开发出来，你要安怎？任何一部经，你都用念。照迄部经内念内想的时啊，你就会当去彻彻实实的彻啊彻底的，会当了解到自己原来有藏偌济智慧。所以各位啊，咱任何一部经，咱拢是开发智慧的妙法的一条路。那么咱这现在这部《天地经》嘛，是予咱开启对智慧的一个妙法。现在咱来看经的内容。啊，智慧不开最苦恼啦，日常妙法《天地经》，有缘天王来加持啊，开启智慧见光明，妙法传世金中红啦，有缘大众不犹疑啊。只要一心勤思想啊，幸福光明到门顶。智慧无非是上苦恼，这个无非是上苦恼。啊，再去啊，透早咱伫河尾一个业地主啊，啊伊啊，啊都顶个啊，顶几工嘞吼，咱举办着河尾的风水学讲座。易经是大学，大学在易经，为什么是？咱这业地主呢，哦，伊就真正好意，好，迄个暗时呢，叫我去遐开请，家己囝婿呢，就直接办桌的，啊，办桌也真好煮。啊，我想啊，说，你听伊讲要准备便当，我就搬落我便当呢。我就先买便当吃吃，以防去到位啊，无用好吃吃当。啊，结果去的时啊，我看到，哎呦，哦，都成只青草，过来招呢。啊，便当是啊，无紧啦，便当是去半多尔，正多嘞。好，我去继续去好吃。哎，食饭中间呢，伊孙啊，一孙孙啊呢，好就走了下坡啊，下坡嘞。你看，老鼠爷爷要来，老鼠爷爷要来，足欢喜啊！抱起来了，我头壳啪啪嗦嗦嘞，啊，鼻啊人快乌乌嘞，乌乌乌嘞，我啪啪嗦嗦嘞，那么嗦嗦啪啪嘞，还有个头壳嗦嗦啪啪嘞，哎，这回可是大喉咙一把。再去嘞，哦，来个老师啊，师傅啊，谢谢，哦、我虽然可是拢一把，阿妈有奖金开呢，啊，我若无奖金怕，还加加些收无奖金。哈哈，哎，真多了啊！啊，我可以当过，嘿，继续加一种鼓励啊。所以啊，迄个智慧内在原来有它，发挥不出来，发挥未出来。那么头壳所说的都有障碍，背后开以后咧，内心的智慧发得出来，伊就答应，哎呦，哪能慢呢？这就是智慧。咱看真侪代志诶，似是而非，嗯，那有个那无，到尾啊，啊，安尼对啦，迄个叫做智慧，生生世世所累积来，啊，这智识到现在做开发出来，名为智慧。智慧是完整诶，咱的智识是你甲我诶相斗争，你我诶相对立，迄是好多。智性，那么智慧呢？就是宽容，了解着因，了解着果，那是叫做智慧啊。但是做了以后，要如何呢？啊，会得着什么果？那叫做智慧。所以各位同修，哈，咱哈，几个先师天地经甲咱开始啊，智慧灭开最苦恼，哈，日常妙法天地经。有缘天王来加持，开启智慧见光明。好，咱有缘的天王呢，好，咱经常呢，
吼、哦，求智慧啦。第一天降至北方，吼、哦，天王姓名最是王，大地大慧啊，诸众生甘露法雾润万民，这是求智慧的。咱若要求智慧者，吼、哦，那么你就念这句偈。但是各位啊，今仔是各位来上课，恁只这条命发咯，吼、哦，那无咧，好、哦，你嘛爱照顾来念。啊，我以后咧，好、哦，恁若要开智慧啊，南无贵国善师天德经教义，就是纯良，就是纯良，是光明，哇、哦！南无贵国善师天德经。哎呀，多哈、啊，小子纯良，啊，所以就是纯良，咱的天公教，伊是嘛是正位找教生，伊也是纯良，教嘛是纯良，嘛叫做乾为天，乾为天，所以天公伊的生日。嘿，真会找到我，吼，恁拢大家人拢到刚刚生好啦，好无？啊，恁的生日是正生哦，哦，啊来到啊，这里好多平平真会找到做生日的是，是私生哦。好，咱奉天公的福气，咱来真会找到做生日嘛，对不？嘿，是。不是书生哦，书生就麻烦哦。哦，恁正生的生日，个人出世的生日，啊，咱呢过来奉天公的生日呢，正话写到天公生。啊呢，咱时时念南无贵国善师天德经，南无贵国善师天德经。你念这话的是内底三十三天王，会甲恁到护持。三十三天王以外呢，啊，还有其他的天龙护法。无数有无量数，无量数也是天龙护法，也加各位到何时啊？所以现在天上法界、天上法界咧，哈、哦，嘛是得甲咱启示，啊、哦，嘛甲咱启示，啊，一切法、一切妙法，拢是天上的实现，啊，所以各位同修，咱看现在天上一片的青翠。哦，这片的青翠也是啊，非常是的蓝天白云呐、啊，好、哦，更无云，蓝蓝的天，好、哦，这里、个，这里、个、光明的天，咱头前对面的高着高峰，九九峰就是咱光明之天呐、啊，光明的峰啊，好、哦，就是阳爽，啊，光明嘛是阳爽，啊，咱。啊，继续来个看经文哈，智慧不开最苦恼啦哈。啊，日常妙法天德经啊，有缘天王来加持开启智慧见光明，妙法传世金中红，有缘大将没有疑啊。只要一心勤持诵，幸福光明啊，到门顶妙法，空中妙有。空你看看无啥，咱的思想嘛空诶，空中诶。那么一个人雄雄讲出一句话出来，迄嘛是空中妙有诶。以前咱一个地主啊，伊个囝都下到，有一天啊，透早起来，阿公死啊，爬未起来啊，啥阿公死啊，爬未起来，伊就摕一块粿，一爬。爬不起來，啊，他自己爬，他到，啊，去阿公的面頭前呢，要叫阿公爬呢，向後又看阿公死了，爬不起來，他到喔，啊，又看阿公死了，爬不起來，你看這是什麼結條？啊，阿公拿來爬爬呢，又兩天阿公中風，阿公中風，沒幾天才死了，這個孩子一世人會到呢跟他說阿公死了、啊、爬不起來說這兩句、啊、這兩句阿公死了爬不、啊、阿公死了爬不起來七字
哇，做亲啦、啊！哇，亲啦、啊，亲是做亲，啊，真真正正煞死翘翘。维新圣人。你看，这空中妙语，一世人下到迄个时阵开口，干呐讲啊尔。啊，这阿公啊，这囝囝啊，也无去注意到这个问题。那注意了，今日去祈福，来求天公，祭天公，拜天公，来祭祭天，告伊，我有传承的妙法。啊，告伊啊，咱来这天地经，你要求天公，上天地经。啊，上天地经，咱的妙法呐，爱供养的妙法呐，我已经有写出来，迄数。你嘛有，你若爱用声等，好、哦，所以当咱一旦未顺时，事个未顺时，哈、啊，家来有顶大的时，咱家里真虔诚，上天的经香花故传，啊，那啊金银呢，叫做啥？太极金、寿金来供养，安尼好啊，天公天王未甲咱计较偌济。去变心，咱将天就供上天的经一妙法来传予法界。呀，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甲龙天护法都听着这部经，会来甲各位护持，各位有求者，哈，会甲恁看这个天意来甲恁加持祝福。啊，所以咱真济人啊，伫求神苦苦求咧，三星九咧，吼、哦、去求求袂行，观神啊，观的神有后生之力，啊，所以咱全省诶四界在做酒啊，拜天公求天公啊，啊，真济咧，底下大大只，吼、哦、啊，迄、那个尻川直接跑，嘴加一滴鬼，吼、哦、啊，咧好遐在底下电视好大家看，很闹气无正点，去拜天公。嗯，天公未接受啦，一接受是法界、三界、万灵，即孤魂幽灵，因在我来食。天公一边拜祭，好、哦、一拜香花果、水果串啊、蛋糕啦、啊粿啦、等等啦，啊咱拜数都可以啊，咱们一定爱太低多样啊。以前咱一个师兄。你看老师啊，我要娶新妇，啊，我甲天公下讲，哪个说话，这囝饲会起来吼，啊，我要来抬大只天公，我抬羊来甲你拜，啊，伊就迄发咧我人囝，真正就直接大汉啦，结婚，啊，伊就要抬猪啊，啊，都要抬只饲只足大只的猪啊，要抬真正一暝叫头走，唔得找无一只猪。出嚟啊！哦，啊，到过去啊，去甲买一只猪来，搁抬，迄只猪叉咧未死，回老了足济啊，也未死，才赶到赶目睭叫我赶，惊者拼者咧吼，甲送去屠宰场去，甲尾抬猪讲惨，一个拢唔敢，迄只猪去拜天公啊啦，啊，只个来好啦，回来过啦，三日拜安尼尔，现在囝后生嘛生三个。以前都沒有用天公，那個地公去拜天公啊，好啦，以前都放下多多立地成佛啦啦，啊，所以家庭也得到福氣，那各位同心，你們有的還沒娶，不，啊，有的還沒娶新婦，你們啊，那個什麼，咱就別再，好，抬地公來拜天公啦，在回想到三年前，咱台中咩南道观有某一间佛寺啊，哈伊咧啊，即我有一天去遐佚佗，我哎，哦，你遮济庙前后遮济地灵要超多了，哈，因为老师也知，我有感觉着，啊，今年办了好多请七个法师啊，哈，就开始做连续做七天的发挥超多地灵，啊，超多超多咧，啊，中间来拜。啊！伊就做包仔粿，哈、啊，撒包仔粿呢，啊，要去拜，结果包仔粿呢，哈、啊，撒未熟，煮未熟，哈、啊，啊，炊未熟，
啊哦，行到是到底来敲电话，师傅啊，老师啊，是安那在包粿的催眠性？我讲你捌做包粿底下吼，伊是上惊食粿，嘴讲长长，你若夹了粿咧，嘴变袂开，叫念的，因为我细汉饲猪，我有经验。哈！啊，这包粿入去，啊，只叮叮，啊，就等我食。伊伊做伙讲一家咧，嘴闭闭，迄嘴齿黏条闭闭去，安害安害安害啊！我说底下咧，伊有惊食粿。过来咧，那看来做酒啦、拜山啦、拢拜天公的时候，啊，尻川尾真一个泡，啊，底下等下都溜溜掉，或底下嘴夹一滴红菇粿。你看咧，迄底下看到、迄想到、伊就后尾惊死啊！那好，你找食。啊！伊就干脆咧，火力都一叫上第二零咧，伊转那个凳段，迄个家属佬甲切掉，互你过，包括吹袂熄，吹三个人吹要吹袂熄，你三铁凳厝吹嘛吹袂熄，因为要拜第二零，第二零伊无接纳，伊今日咧第一，第二今日来做地公，第二咧吹八袂开，你看，所以咱要做法师嘛爱有智慧啊，智慧。啊，咱若超迄人超多，顶顶嘛拢爱有智慧。一旦有智慧者，咱做万行代志诶，咱会圆满。所以智慧不开啦，最苦恼啦。好，日常妙法天地经，有缘天龙来加持。好，开启智慧见光明，妙法传世金中红，有缘大众卖有呀。啊，只要一心勤思想，幸福光明到门庭。到门庭是闽南处境呢。咱的心中呢，到咱面心中，咱的面前心中，那么用啥就有啥，要爱啥就有啥。哦，咱爱什么智慧，有什么烦恼者，咱自然哈，这样烦恼就当破除烦恼，咱幸福光明，无跨界，无颠倒梦想的烦恼，啊，咱自然会究竟涅槃。好，咱今日直接。大家接着了，祝福各位。